欢迎回来，外立方，我是 Laura 老人。OIOI 作为韩国休闲品牌，创立于2011年，由韩国设计师曾一色所创立的。它的品牌风格可爱明朗，跳跃灵动。2016年开始 ，OIOI 分为主线 OIOI Collection 和副线5252 by OIOI， 走着双品牌的模式，延续了原有的少女休闲风。向全世界输出了品牌的风格和理念。5252 by OIOI 主要以青春活力的运动复古风为主，活力十足。它采用了特有的元素，把每一个季度有趣的概念都展现了出来。在2021年， OIOI 也和 BLACKPINK 的 ROSE 推出了合作。价格方面呢，还算是挺合理的，不会太贵哦。如果你也喜欢，欢迎去购买哦。谢谢大家宝贵的时间，我们下集再见哦，拜拜。